他明明有回来，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他明明有回来过，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他明明有回来，他明明有回来，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来跟爸爸说，你问他什么时候要回家。喂，小静，怎么样？你现在告诉妈妈，你什么时候要搬回家？他现在就在我旁边，你就跟他讲啊。你干嘛这样逼你爸？他要回来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别人。如果你告诉别人，我不会原谅你哦。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你爸早餐吃一吃，我带你去散步好吗？